一百一七呢。没错，所以这飞机我一定要抢回来。别给我，给我！你们也是别抢啊！先让我看看你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奥特曼还能背着飞机？我就不信了。你一定要相信啊！那张卡是张欧尔卡。欧尔卡是吧？布鲁奥特曼、陆上古维拉、奥特人造机甲赛罗、泰坦。嘿，欧尔卡。怎么样，找到背着飞机的奥特曼了？想到什么呀？你们自己看。欧尔卡、泽塔奥特曼。对呀、但是他没有背着飞机啊。哎呀，你搞错了，背着飞机的奥特曼不是泽塔奥特曼，应该是德凯奥特曼。对，应该是欧尔卡的德凯奥特曼才对。德凯？你们是说德凯奥特曼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只有德凯才能背得起这飞机。好，那我就找出一个德凯给你看。死亡德拉格、斯科特奥特曼、金古桥、蒂布特奥特曼。欧尔卡德凯奥特曼。这就是你们说的德凯奥特曼背着飞机。这哪里有飞机嘛？没背着飞机？不对呀、我说你们两个是不是在骗我呀？说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奥特曼背着你们这个所谓的飞机？有，真的有。那这个德凯怎么没背着呀？你的呢？我看看。我知道哪里不对了，你这个是强劲型，而那个背着飞机的不是强劲型。你是说德凯的其他形态？对呀、好，那我再相信你一次。雷德王、布鲁奥特曼、罗布奥特曼、德塔奥特曼。欧尔卡德凯奥特曼，这也没有背着飞机啊。给我看看，还真没有背着飞机啊。对呀、我看你们分明就是骗我。德卡奥特曼根本就没有背过飞机。背过，那真的背过。那德卡怎么根本没有背着呢？你再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我知道了，你找的这个德卡是闪亮型，形态又找错了。又找错了？算了，还是我来找吧。罗索奥特曼、德斯特鲁多斯、罗索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。找到了、你好好看看是不是背着飞机？德凯奥特曼强壮型，还真的背着飞机啊！这下你相信有奥特曼背着个飞机了吧？相信了，相信了。哎，你们还别说，这张欧尔卡德凯奥特曼背着飞机的样子还蛮帅的嘛！那就是啊，这张卡就是我的啦！好，那这个飞机就归我啦！哎，不行，这飞机给我！